当您多发肾液皮下，也有脂肪组织组成，大小不一，可发生在身体各处，质地很软，像脂肪块，常发于四肢、胸和腹部皮下，白方多见。我们推荐一个对脂肪瘤有缓解作用的食疗方案：蘑菇30克，切丝；西红柿1个切片；山姜20克，切丝；甘草3克，陈皮3克；葱姜炝锅，加水适量，放入食材，开锅5分钟后加入打散的鸡蛋1个，生抽、醋、盐、香油、胡椒粉、香菜各少许，煲汤食用。调味品根据个人口味自行增减，长期使用对脂肪瘤有缓解作用。想知道更多养生知识，请关注九泉小镇店。